九门带您逛北京，我是小九啊。老崇文门菜市场啊，您肯定去过，但是现在变成什么样了，您知道吗？今儿小九就带您搂搂去。就北京这天儿，都该借芭蕉扇去了啊。这天啊够热啊。哎，咱呀、啊、这就到了。您看那楼啊，就是过去崇文门菜市场那地儿，现在啊叫河景魔方啊。咱去里边溜达溜达，看看这崇文门菜市场啊现在变什么样了。嘿，真凉快啊这里边。嚯，这楼哎，它怎么也得有六层，过去菜市场那样啊是一点都看不出来了。虫菜不远，魔方归来。哎呦，各位，您今儿可来着了。您看这墙上啊，这都是过去老崇文门菜市场的照片。1976元起，2002转型，2019新生。嘿，您看这老照片啊，这可够怀旧的啊。这照片售货员业务技术比赛，王志和遗臭万年，香遍万家。一说起这王志和呀，我就想起这窝头片抹臭豆腐了，这都是当时的火爆场面啊。您瞧瞧，您要是想来看这些老照片啊，就在河景魔方的地下二层啊。我小时候那会儿啊，北京有四大菜市场啊，西单、东单、朝内和崇文门。当时啊，西单菜市场是最大的一家，就是现在啊，君泰百货那地儿啊。当时四个菜市场里啊，最大的呢是西单菜市场，最有档次的呀，那就得说崇文门菜市场了。最早这崇文门菜市场啊，您得有本儿才能进，什么本儿啊？副食本儿啊。而且那会儿啊，这崇文门菜市场还是外宾购物的接待点儿。我听人说啊，最早啊，北京刚流行大大泡泡糖的时候，这崇文门菜市场啊，一天您猜怎么着，能卖出一卡车的大大泡泡糖。光顾聊天了啊，您看这顶层啊，有点意思啊，我带您进去看看。嚯，这里边是干什么的呀？我刚才啊看了一下墙上的说明啊，这里啊是个儿童活动区。您看那滑梯还有那山洞啊，咱呀上跟前再看看去。哎，您注意没有啊，这里啊特别的安静，估计啊做了隔音措施，怕小孩啊在这儿吵。从这屋一出来啊，我就看见对面了啊。哎，这商场屋顶啊是个露天花园，咱搂搂去啊。嚯，这一开门啊，一股热浪。呵，这上面还挺大哈，就是现在啊有点热。这您要是等到秋天啊，晚不场哎，这上边肯定凉快。咱呀，往下溜达了啊。咱坐直梯，直接来到了地下一层啊。地下一层啊，都是比较流行的网红小吃。嚯，锅包肉、四环冷面王。新开的这家河景魔方啊，地上是六层，地下呢是两层。除了这层的小吃以外啊，楼上呢还有一些大馆子啊。如果您对这里感兴趣呢，有时间呀、啊、可以来逛逛。这里的地址啊是崇文门外大街一号河景魔方。咱呀、啊。又该往家溜达了。哎呦，这外边啊可真够暖和的。我回家吃瓜了啊，拜拜了您嘞。